我们现在中油石油探索馆啊，你知道吗？听说这里啊，小朋友来的都不想要回家哦。疫情前还过一次。对啊，只是我那个货的那个卡不知道跑去哪。妈妈帮我收，不知道收去哪。他最后你去给他这个。对啊。解密小卡。啊，这边要先开卡，你要输入名字是吗？对。啊，先开卡，太厉害了。要拍照。好了，制作好。来这边的话也有工程服跟工程帽哦，如果你要借用也可以在这边直接穿戴。石油的秘密，这个现在在说故事，他在说出黄坑的故事。这个是旋转的钻井法，钻井大挑战。哎呀，失败了耶。挑战成功！哇，你换你的，加油加油！开始游戏，燃料器，你看，接起来了，油管接起来了，哇，球滚过来，灯就亮起来了，有没有？这条油管也接起来了，加油加油！哦，全部接起来了，全部接起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！五条油管全部接起来了，这真的超好玩，真的。看这个是最古老的加油机，有没有？你看1950、1960就开始有电动的加油机，那一直到现代，有没有？现代加油机。石油与电力，这里有一个小房间呢。灯亮不亮起来了？哦，电风扇转起来了，自己转起来了，电脑也开始运作了。哇，那边有火炉、瓦斯炉，呜、哦、呜、哦，太酷了吧！呜、哦，石油与生活，这个是玩什么？石化知识大考验。两个对战，谁的是黄色的？妈妈是黄色，不能抓错哦。石化的产品哦，好好笑哦。要是石化制的产品才可以拿，拿错的话要扣分哦。这里全部都石化的产品，快抓快抓！你抓到纸了，纸不是？哇，到结账处了，哇，太少，忘了带钱包，要来打工喽。合成橡胶拿起来，好，抓到你的篮子里面就得分了。抓错了就不行。有啊。合成橡胶哦。对，球一定都是，鞋子也是。别偷我的！别偷我的！天然气到你家，怎么操作？先刷卡感应，它会积分的。刷卡感应了，感应卡片之后就可以开始玩喽。所以它是隔空感应的，然后回答问题。开始煮菜啦。哦，等一下要把食材丢进去，把食材丢进去。能源大探索，这一站是能源观测站，你来看哦，它可以转动萤幕探索这个能源在哪边。再转到这里，你可以看啊，它这边就会标示风力的发电站。就是前方的风力发电厂，前面有地热站呢。你看，前面有地热站在冒烟呢，就在前方。石油与交通，然后踩下油门，踩下油。他说什么？选择单要踩刹车，刹车是安全的。等一下，你选择哪一个？开始加油了，加满了，你看亮绿灯了，亮绿灯，加满油了。好，转弯，它有箭头，转弯对，方正。哇，你开这么快、啊，快到中油，赶快到中油大楼啦！6分，终于到了，好想要再玩哦。你看，光是这两台啊，这个开车的体验，可以让小朋友开车之外，还可以去加油哦，真的非常热门，很好玩哦。来到这个中油石油探索馆，
除了有小朋友最爱的互动设施之外，还有许多跟石油相关的知识，包含日常生活常遇见的一些石化用品，还有一些我们平时比较难接触到的一些石化资讯，都非常适合一家大小一起过来学习的好地方。所以有空的话，真的可以找个时间过来这里走一走吧。在这边可以查询你现在的积分，你现在总共几分？来看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你看看，看一下总分。他可能没有，还没记到。所有分数270分。对呀、啊，你超过250就可以去换小礼物了。对，换小礼物。好，谢谢。恭喜过关，要拿给大家看。耶，闯关成功！恭喜你进入中油企业。